港铁南港岛线李东有班唱咸水歌的 Wonder Girls， 你见过未？有吧，太多啦。温德哥呢个事，你哋有冇粉丝啊？冇人知道，陈子龙噶。山顶嘅朋友，你哋好，我哋出嚟登台得。黄竹坑有个破健力士纪录嘅大总王，你见过未？投咗百几万，160万。我有个新发明。血水肿呢个卖相得唔得咧？海怡半岛有个令马骝都坐定嘅金铰剪，你见过未？啊，啲瞓咗喎，咁你点算啊？你冇理由嘈醒佢噶嘛？就算整得唔系几好睇，我都唔会整伤佢啦。海洋公园有只识揼骨嘅熊猫，你见过未啊？全地球有几多只熊猫咧？喺野外嘅有1600只，讲紧嘅系大熊猫。咁到时有港铁，佢系咪都会搭港铁出去饮嘢嘅咧？第时南港岛线一通，大把南区之宝任你见识，发掘更多香港潜力。香港铁路用心铺出新里程。